家好，我是花花。我在 LMO 任职五年的时间，店里对于每个细节都很要求，做工也都很仔细，让我们在完成每个作品的时候都是很有成就感，可以更追求更完美的自己哦。嗨，我是 Rainbow，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四年了，有非常厉害的总监老师，还有这里有很多很亲切的同事哦。嗨，我是 Lin， 他这边大概快四年了，觉得他这边地段不错，客源稳定，进来之后觉得同事都蛮好相处了，所以就选择这边。除了就是环境很舒适，我觉得空间也很大，那这边的话最主要是可以让客人或者是我们美甲师们是一个很好的空间，气氛很好，这边的风格都是我很喜欢的，所以会选择来 LMO。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oline， 我来这边已经要第三年了，因为这边的交通很便利，离捷运站只要5分钟，而且我也很喜欢这边的工作环境，同事相处也很融洽，所以我选择 LMO。 快来加入我们吧。 Hello 我是 Chloe， 我来这里10个月了，刚踏进这边就觉得这边整间店都香香的，而且觉得空间设计很美，其实关于美的事物就会更吸引自己想要加入这个团队，那包括他们也有完整的教学课程跟内容，让我觉得在这里会有很好的学习态度跟工作环境。大家好，我是 LMO 总监李棒。当初我跟店长开这家店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让美甲师想要从事美甲业最好最优质的一个环境。在 LMO 我们是以团队经营的方式，有最强的技术资源，让每个美甲师可以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让美甲师可以圆梦的店。你只要认真专心的做好客人，就可以实现你成为一个优质美甲师的梦想。欢迎大家可以来 LMO 跟我们一起朝美甲的路前进。你也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吗？欢迎加入 LMO 大家庭。LMO L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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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O， 欢迎你加入。